这个就是兰花草。这个兰花有点小，等一下我再找一下看有没有大一点的。我这里发现一个小小的坑，这是什么东西挖的？有点像竹鼠类的东西，来，这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对，可能是竹鼠或者是山上的一些动物挖的洞。应该是找东西吃。大家看，山上到处都开花了。这里发现一个洞，应该是烧木炭用的。这里发现一颗，这是水草还是兰花？先拿回去先。刚好长在这个树根上面。这里还有一颗，这个比较小，这颗比较大，这个叶子比较壮。今天挖了好几颗，现在我们准备回家了。在山上找了好几棵，现在挖点泥巴把它摘起来。这个花就放在这里了，因为这个地方阳光比较好。旁边还有几棵是以前挖的，这几棵都长得比较大了。我是小新，我们明天见。